今天呢，我要跟各位讲的是劈拳，在西医拳里面叫做劈拳，那在我们太极拳里面叫做翻烂劲，在八极拳叫做猛虎硬爬山。那我们劈拳里头，我们是云开，这家攻击来了，云开、云合，然后云劈，看到没有？云开、云合、云劈，劈拳，劈拳，好，这样的轨迹。这个出拳法很好用，譬如当人家出拳过来的时候，譬如一个横拳过来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先钻拳，太拳劈拳一样钻，以后我们看把他拳挡着以后，同时劈下去，所以整个运作的轨迹程序就是，有没有？就这样狠狠的拳下去。啊，那个如果一打到鼻子就整个都挂了，哦，所以劈拳很好用，很好用啊。左他从我左边来的横拳，我就，从右边来的横拳，那这个是出拳，出拳可以变成摔人，好，那个是出拳。如果我们上来的话，对不对？一去上来，砰，他就挂下去，他就摔下去了，那很厉害啊！我刚不能很用力的，他会摔很痛。好，就这样子，手这样子扶着他。类似，不是上来才这样做哦，是这个劈的动作去摔人，懂吗？如果上来了再做，变成按了，没有效果了，懂吗？是直接上去就是劈人家，砰就出去了，他就飞出去了 ，OK， 好，所以这个又可以摔人，又攻法又打，很厉害。再加上肘，你看哈 ，OK。